TVBS 周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Sunny 王耀明。我的新的戏叫《原来爱就是甜蜜》。在戏里面，我演的角色叫李静阳，那杨景华演的角色叫田如蜜。那我们高中的时候就认识，甜蜜激发我去追求我梦想的一个人。所以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就去国外纽约去读书，然后去学设计，然后最后我当上了一个服装设计师。那十年后，我又回来到我家乡。那我跟杨景华演戏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我非常非常幸运，因为第一次演戏的时候跟林依晨、陈柏霖，那这一次可以跟杨景华演到戏，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，非常会带我，然后我们两个人的默契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戏在里面是非常非常亲密的，然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正，可以透露一下也有一些床戏。那希望大家7月8号凝视，还有7月14号在八大电视台，谢谢。